跟你们说了，我在维罗 City 关到一个好宝藏的地方，没错，就是 NOKO 的地方。听说里面全场都只卖2到5块钱，哎呀，真的好便宜。你看我的大马婆婆咯，她平时不爱逛街的人都在这里逛得不想走。这里的冰棍呢，好多都是2块钱2根，你买个10根20根的你都不心疼。还有这种大桶的冰激凌，它也才卖5块钱嘞。妈耶，这个写字笔的造型也太可爱了吧！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便利贴纸咯，都是2块钱。看看这些马卡龙色的透明雨伞哦，都是5块钱一把。这些小朋友用的各种各样的可爱小牙刷，通通都只要2块钱嘞。看看这些让你眼花缭乱的杯子咯，都是2到5块钱任选的。真的是看到我选择就去，真都翻了，太多杯子了吧这也。还有这个5块钱2个的小碗，我真的想把你们带回家。还有各种各样的厨房用品，都是2到5块钱就可以买得到。还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收纳篮，真的是好多品类啊！天哪，连这种扣子还拉链都有的卖。这里还有专门的生日派对区，就是你要买各种派对用的东西了，他们这里都有的卖。难怪人家说走进来这里绝对不会空手出去的，你这里又便宜又实用的东西，谁受得了咯？这里的食品区了，有好多大马人童年回忆的零食，品种多到我看都看不过来。我的大马婆婆和老公对这里的薯片是情有独钟，这里冷冻区的冻品什么都有的卖，样样都只要5块钱，就是看你自己怎么选咯。这家店让我想起中国以前的那种2元店，然后呢放个喇叭，就放着那个2块2块全场2块2块钱，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套用你家琪的一句话就是买它买它买它。